遐我无啥物物件，一寡用品恁领倒去，以为纪念。南部母亲，我一定另外批信予伊。我只希望你加甲伊联络，予伊安慰。当你的喙齿无好，恐怕是恁传统的缺陷，需要及早设法补救。明理太可怜了，恐怕伊还无熟悉我。父亲、母亲，请免悲伤，注意弟妹努力求进，以注意弟妹聪明天资，必定有所成就。我永远敬爱你，怀念你，祝福你。学堂秋书，十月初二，深夜。